沈预判是什么？预判你的预判的预判。天神下凡，我就是吕布大魔王。被自己踩笑了。这一次本来想回家先防守一波，但是公孙离却拿我们之间的感情来做威胁，说输了就要跟我分手，好好好这么玩是吧？事已至此，爱不爱的我也不想去纠结了。小鲁班，对不起了，我只能拿你泄愤了。握手速很快的，看我秒换复活甲，秒换复活甲。啊，我怎么黑屏了？等着调一下亮度。疯狂星期四为你五十。OK， 外卖来了。狐妖故事。Slain an enemy, double kill。救命啊！有我在，别害怕。当地主宰城。随我一战，敌我一怒，苍门战一笑，沧海寒。乱世之中，我来诠释无勇。我灭他！还没有打够。全网寻找这个不咋地的老头，这里翔意盎然的我着急拉臭臭，就想着随意找个草丛解决下，可谁知刚进去就遇到这个臭老头，他嘴上说着放我一马，此时我心想这人还怪好嘞。溜了溜了溜了。可我走着走着发现我脑袋没了，随后我镜头一拉，刹那一看才发现这老头真的是老当益壮啊，竟然一打四还不落下风。正当我还要继续夸他时，神奇的一幕发生了，我竟然莫名其妙的嘎了。随后这臭老头又假慈悲的说，谁欺负的斑斑别让我逮到了，逮到你可没有好果子吃。于是我怀着好奇的心展开上帝之手一看，才发现我竟然也是他 play 的一环，这不就是贼喊捉贼吗？哼，气死我了，全网寻找这个臭老头黄忠，让他为我的纯真道歉。哼，怪我太轻易不装保护我，宿命回响，万物凝滞。Thank you.
Show Time。命运转动，淡定。洞察无双，我的貂蝉在哪里？舍身一搏，命运重奏，未来由我执掌。命运之线，听我指令。再来一次，万物凝滞，一眼霸王枪，无限遨游，带俺叫来，放出了电四神，快快显身出来，活放妖孽，妖精不纯，难取真机。感觉又是阴谋，把我的世界蝴蝶多，你是主角，是主角，对